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哎，如果有一天我已经失明了，你会怎么办？这波叫先下手为强。那就治呗。哎，那如果治不好呢？那就找个好医院治呗。哎呀，那如果好的医院也治不好呢？那也只能努力治呢，我又不是医生。你知道我妈会怎么说吗？我妈会把眼睛给我，这才是母爱，你知道吗？放屁！我啥时候说了？我眼睛给你，哎，那我用它。哎，别！如何得到男人的心？有点烫，补补，流了不少血。快！哦。哎，瑶瑶，电视剧都是骗人的。哎呀，你奶茶怎么还没到啊？奶茶来了，来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怎么晚这么久啊？不是，因为外面太车大。算了吧，外面天冷，就给你了。啊，你拿着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要那个柚子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柚子失败，让你选柚子。干嘛？你也想吃？带妈妈或刚复合的女友过云淡。奶茶哦，谢谢。哎，你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啊？今天新年第一天，也是我们存心在一起的第一天，姑娘就赏你个亲亲吧。那个第一天你就晕了？不是，又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座位怎么这么宽？你是不是让他重新坐过了？这么宽，怕不是140斤的胖子吧？不是，那个你。瑶瑶，你觉得140斤的胖子是不是说的我呀？我刚刚说我妈在的。哎，不是你别，哎你别，哎，妈，我让你别来，你非来，哎，不是你又干嘛呀？哎，不是你们，我要。他逃，他追，他们都插翅难飞。瑶瑶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。这失个恋，工作也不工作了，整天像个死鱼一样的躺在沙发上。不是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大白天的还拉了个窗帘。要是心里真的有这个小姑娘，那就去挽回呀。哎呀，起来。哎，不是，妈，你来干嘛？儿子，你们分手也有2个月了吧？62天。有鬼多少天？妈跟你说，你李婶给你介绍的小姑娘，都不错的呀。哎，你怎么走了？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我出去透个气。哎，真的是。啊，怎么走到他家了？那个你好，你扔垃圾啊？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吗？我，那我说我还想呢。我不想。瑶瑶说她21年不会原谅我。哎，不对啊。